感觉要赌点东西耶。赌什么？我就喜欢赌东西，我觉得才很刺激耶。这个赌注就是谁输了，谁会被观众喷成智障。好。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。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。哎，过来。哦，那我不会剪。我已经细解了，哎，你有看到我细解吗？没有。我知道你在等我 Q 3的那一瞬间在啊，但是我故意不叫 Q 3，我只叫了一个一，把你的 R 骗出来，然后在你落地的那一瞬间接 Q 3，让你起飞。但是你多兰度回血回太多，没有死。反论。啊，没事，这把已经精彩了。又想用那招，想吃兵。我的发，多少？一比一。干，我刚刚有点被你飞到手忙脚乱了，不知道在玩什么了。这兵小输，这对姐来说是正常的。不正常，小赢一把长剑跟一瓶水。反应是哪个女的？我先打你盾子再说。走位 ，OK， 有 A 刀。我操，这个 Q 没差。为了交技能而失去了吃线的权利。光速 Q 会踩眼。三面都一堆，完了，行了。那你这么贪，小丑不贪。哇，巨亏！我操，干你！没有，你有 A 一新宠被动。靠北，你怎么敢的啊？多人在干，操！你这个造型有点作弊。我腰怎么那么痛啊？想秒杀点招哎！伤害打满了，我已经预判你往后打了，我没闪。而且我要再躲你一局。行使这装备不行，行使打劫不好用的。刚刚你已经通过了初级的测试，你不是一般的精英姐。现在我是要对你使出韩服精英姐的套路。好呀。
time for faith is past. Hold your breath. No longer. 为什么 W 换那么快？我的皮带被你断了。正常解的话还会弹一下，他们不会想到雷文邀约。邀约太阳饼。哦！我操，这什么连招啊！我操你的！我以为可以把你给秒了，三发都中了，结果太幽默了，这障碍。里面点燃的，不用装的。那你你啊！哈哦。完了，这波交代了。怎么能盘啊？没闪，盘劫哦。五五反向思考，不是啊，我打韩服大师姐没那么难打哎、欸。昨天输的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 Q 那个动画不明显、欸，所以我都不知道你交了 Q， 实际上你已经没 Q 了，我应该利用那个时机去打你的。那我换个造型。换造型再输，真随便你了。怎么说？这九头蛇感觉有点触坏。哦，小浪一把，还有一三呢，兄弟。要不要承认是造型问题了？你作弊，你承认你作弊吧。我操，反应这么快！Get the fuck up!